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看我们呆鸡不团队游戏实况影片，我是康南。好啦，那再一次回到我们刺客教条2啦。那上集的话，我们就是玩到我们在寻找铃木的同时呢，那些圣殿骑士们也在那个在那附近，在讨论如何执行他们伟大又邪恶的刺杀计划。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去阻止他们呢。但是，首先，我想先去一个地方。但呢，可惜啊。好，就这里啊。如你们所见的，我已经先把其他的一些观察点给解开了啦。因为一直搁在那边，然后又有点耽误到时空的时间。那今天我就是要去的。爬屋顶比较符合我的风格。为什么要去那边？那边有个眼睛符号啊。我们上次就是要去找的时候，结果被那个任务点给拦下来了。对，就那样，只为了100块，我们在那边跑来跑去。这是阿伟，好吧，我没事，药水很便宜的。那个刺客点，那个铃木地点的话，我们晚一点再去。上去了，go go， 不知不觉来到了任务点了，没关系。哦，到，我们的那个，还没啊，搞屁呀、啊！我在说什么东西呀、啊？到了。对齁，上面已经有守卫了齁。这边我们已经有来过了。真是的，跳下面。走。好像剧情会随着一段时间，然后就解开了那个什么，解开一些新的警卫啊。像上次我们就，那么又多出了一个火鸡警卫，那个只是长得像火鸡，有时候会加火鸡啊。哦，不要来烦我，那个叫什么敏捷型守卫啦，对的，敏捷型守卫。哦，到了，就这一下。我们先解开啊，先解开这个观察点。这应该是最后一个观察点的啦。我们已经解开了，接下来那个市场也就在左边而已。我来找了，在这附近而已。上次我们在这边，然后就被拦下来，很讨厌呢。羽毛。先让我去捡一下。来哦，这他妈得哦！瞧，那边有发亮哦，我知道，钉子在那里。这边够不到。
从这边啊，对啦，在康纳上次解开的时候啦，也顺便捡了些羽毛了，数量也不怎么多。好了，对呀，那是写中文吗？我要看，我看，我看，那什么中文啊？前世不忘后世之师，我看到小偷了，先让我去抓他，先让我去抓他，有钱不抓那怎么行 ？Surprise！ 乖乖乖乖！啊，抓错人了！我给你三秒下来。啊，逼我！哦，我还可以做这动作。啊、他在哪里？哦，走天上了，走天上了。先让我抓住他。进来，小马。白马厉害，炸！对啊哈，别那个，对啊哈，个炸嘛，啊、嗯！被我看到，你的钱就是我的钱。嗯。好了，那个好像那个吧，哎，不对，在哪里？哎，那个点呢？哎、啊，我找到那个，对的、啊，喂，哦，看到看到，在那边那边，找到了找到了，好了，一下这个什么什么东西的怪文学东西，前世不忘，小米小米之石太亮了，我看不懂。Okay. Do you see what's yet? But you will. 但是你会看到的，权力的工具。他们使用的力量足以切断敌人，足以切断敌人。足以切断敌人。哎、欸，没有没有，怎么了？不是，足以切断敌人，这是什么意思？先让我看一下。日耳曼。柏修斯，希腊神话，匈奴，阿提拉。哎、欸，好，是西格蒙，北欧，是北欧神话的。查理曼大帝，亚瑟王。哦，这是时钟剑呢。圣女贞德。伊尼亚斯特洛亚，不对，能切断？他是在指剑吗？啊，先选看看，剑，这腰上也有一把，那这边也有一把剑。哦，亚瑟王吗？圣女贞德吗？对不对？哦，还真的是剑呢，神兵，对不对？剑也是神兵，然后。在他们的手中，智者倾向伟大的力量。智者，路易十五，顺治皇帝。这个让我想到我们国文课本很多很多什么皇帝的，还是什么伟人的啊，都画的一模一样，让我看的就很讨厌。就想说，以前的人水准有那么低吗？是耶路撒冷，阿奇里斯，你想要回来？这个埃及的
亚历山大帝，然后，萨巴塔吉嘎，彼得，摩西。请下，我刚才有部分注意到他讲的会不会是他们手上拿的那个权杖？在干嘛？那个有没有？管他的。然后那个先选一下好了。真的吗？哎呦，真的有权杖啊！连续猜两次都猜对了，哼，我老 kill 了，对不对？真相，哦，又解出来了。这个是，哦，他们好像开了什么门？啊？嗯哼，啊哈，啊哈，啊哈，啊！嘿嘿嘿嘿，好。OK， 解开了，好了。那再来我们就是要去做那个任务了，走 ，Go Go。任务点很近而已。是最近用剑的，这个袖剑好像要反击稍微有点。刚刚好像看到有钱的家伙。还真的嘞，今天是安怎？这个钱耶。钱怎么那么多？来来来来来，抓到了！抢钱嘛你，钱最终都要归于我手里。不要。叫我下去我就下去了，行 ，OK OK， 继续回到我们任务点吧。走走走走走。好，到了，就下面而已。那我们就这么做。最快下楼法。到了，就这点吧。有没有钱？到你。阻止阴谋者攻击米迪奇家。这钱怎么那么多？算了。当然行，当然行，进来。等一下，上去了你，上去了你，我不能爬了，很讨厌的。好，算了，今天放你一条生路，你下次要给我多带一点钱过来。我这样行为简直是跟恶霸没两样嘛。等一下，关门失掉。哦，可以，还可以。OK。前面好多人。OK。然后，叫我用鹰眼的，找到了。Yes, Lorenzo。好早啊！旁边那位是哪位啊？罗伦佐。There's Giuliano, Lorenzo's brother. Where is Francesco? Francesco. There he is. Time to strike. Traditore!
Julian, no! Oh! 脖子呢？ Nessuna pietà! Cara maledetto! Fu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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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哎，很狠呢。Your day is done, Lorenzo. Your entire family dies by my sword. 怎么阻止他了？哎，我刚才是听到什么 ？Fuck！You brought this on yourself! Die! Just die already! Okay. Wait, please! 要击败这些目标嘛，对不对？哎呀！要砍我！在这个世界里面，只有被我砍的份了。对。别乱杀人啊！阻止你们，轻而易举，唰，等你了，来，要打就打我就好了，不要打他们。哇，你这叫这很讨厌啊！还有谁？对，踢蛋蛋，砍紧，怎么不直接把我头砍下来呢？先帮他。看死你！换你了。哎呦，你还会闪呢？踢蛋蛋呢？羡慕呢？哎呦！好吗？踢呀！来，我跟你玩消耗战，慢慢来，惊呗，惊呗，怕了没？死了！还有一个。别打了呢，要打就打我就好了，好不好？走开！就这样，好直接。Saved my life. It's nothing, but the man who did this to you has to pay. Not now. I need help first. To my home. People I trust.Can you? Oh, 好像很痛的样子。哎，你怎么又翘起来？Let's go. OK， 要护送他吗？走，过来。先把剑拔好。I'm losing a lot of blood. 流了很多血。Hang on, signore. I'm moving as fast as I can.我们就走小路还比较快啊！Francesco De Pazzi, I'll kill him. I'll wipe his entire family from the city. They'll be erased.
哦，好像很生气哦。走小路来。Well. We are that heavy, signore. Conserve your energy, or I'll be delivering a corpse. We're almost there now. What? Murderer! Murderer! 拜拜拜拜！哎，我看到前面有。这个打架吗？什么？哎，来来来来来，不不不，等会等会等会。I had hoped combat could be avoided. So be it. Yeah, yeah. 我飞刀预备，好不好？飞刀预备。用飞刀。I've not forgotten how to wage war. 哎，哎，还是中标了啊！不好意思啊。So be it. Ready. Ha.I'm more than capable of cutting you down. Oh, 你们都很烦呢。I've not forgotten how. Ha! I'm more than capable of cutting you down. 别乱呐，你很烦。走开的。So be it. 你打屁打你，走开的。I'm more than capable of. Alright, this way. 哎妈，没了吧？好了好了，回去。没了吧，好吧，好 ，Follow my lead. Yes. Lorenzo's been wounded. Aprite la porta. What's the password? Polizia, open the maledetta porta. Polizia no. By the thrice greatest, come in quickly. The city is at war. Hurry. Wait.I am in your debt. Tell me, why did you help me? You are not the only one who lost a brother to the pazzi. My name is Ezio Auditore. Giovanni's son. Your father was a good man. He understood honor, loyalty.The Pazzi thugs are storming the Palazzo della Signoria. So we cannot hold them off much longer. 哎，你眼睛还好。所以我们的爸之前是帮助罗伦佐在做事的，而且都是做好事的，把一些叛徒给铲除掉。应该说是打算把对这个城市的人，打算对这个城市做什么事的人给铲除掉。Auditory, kill him. 我会的，我一定会把那个杂种给干掉。交给我，放100颗星。然后这边有钱，还怎样？哎 ，I don't care who you are or where you came from. 什么呢？He's here! 嘿嘿，拜拜！我的钱呢 ？Francesco Lippacci， 拜拜！嘿嘿，从你们身上先摸一点。There'll be no loot for you. You won't run away this time. 干什么？嘿嘿嘿嘿。我只是想捡点，怎么又来了？烦呢、欸、你！快点呐、啊，别抽台钱呐、啊！抽台钱呐、啊！好了，搞定，我可以好好的捡钱了。就这几块。我想捡飞刀啊！这已经弄了两只飞刀了。你们身上是没有一只哦。想说你们警卫干嘛要带飞刀？对，哦，有了有了，终于有了终于有了。啊，一只，来，这是你了。Signore,
I saw Francesco lead a battalion around the back of the Palazzo della Signoria. I fear he may be seeking another way in. Go, before it's too late. Do what you can! 尽我所能，阻止他们。再见了 ，Francesco。不 ，Francesco。也就是，你今晚一定死。哇，全程都在打仗啊！走点，走点。哦，有钱，安内，安内，放掉，放掉，放掉！真是的，最近内阁还蛮严重的，可能是我电脑掉了，再重新整理一下。嘿嘿，哎，不好意思啦，不好。哇、哦！满城风雨，是不是？我该怎么绕过去？哦，那边呢？我尽量把它弄好一点的，好不好？哎、欸，对，不好意思啊，最近电脑状况也不怎么好啊。哎、欸，会保盾呢。哎、欸，到了。好了，到了，好了，这里不就是关我爸的地方吗？哦，打仗啦！城市风云是不是？You dead, man! Slaughter him! 你为什么没死？我死还有戏可，对不对？你完蛋了，你给我等着啊！你给我等着啊！你完蛋了，你完蛋了，蛋姐啊！哎、欸，啊，在那边吊拉长干什么？要找路上去哦，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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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呢。上去，上去。Francesco。善用我们的暗杀技巧来搞定这些守卫，好不好？限制区域是什么意思？拜拜。然后上来。屁啦！这好像那么多了，全镇人士。哎呦，哦，反应快，反应快！来，那个，来，那个，来，就是你。来，
拜，拜拜，好了，继续了。真机的。The boy thinks himself a master swordsman. So you drawn some blood. My men will make short work of you. Let's have a closer look. Where has our pigeon flown? Desist! You're only delaying your inevitable and painful end. That's all. I've seen it from way. What do you guys stop? Your loyal servant to that dog. 再见靠近你，你完蛋了，你完蛋了！你干嘛？快走快走快！快！快快快走再跑啊再跑啊再跑啊你跑过我吗耶傻大你的小杂种 Now Firenze will judge you for what you've done It's over It's over It's all over不是我，不是结束，是你的生命结束。felice in questa vita e aspirare a esserlo nella prossima. Requiescat in pace. Requiescat in pace. 安息吧，再见了 ，Francesco。最后，我一直在想说，最后台词应该是这样。Libertà! Libert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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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olo e libert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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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ertà!Francesco. Oh. Oh. 这一幕好像有点太夸张了。好了，杀人归杀人，只是这个有点做的太夸张了，有必要这样吗？对不对？序列四完成哦，我们要完成一个序列了。到底总共几个序列啊？啊、哦，还蛮多的。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啦。下一集的话又有什么事件会发生呢？我下集就再见啦，各位观众，拜拜啦！